最近的小道亲好朋友早安快乐，这段时间是我们昨天必胜宫人所提供的节目，也是我们之声调频广播网89.3做的播出。如果每一天我们有一点钟的时间在空中来连线破刀，最主要就是说每天可以在这个时间时段上跟我们无熟悉在空中结缘的我们的道亲，有一天呢来到慈天必胜宫来说啊，我是空中来的，我们听你的节目来的，我们一很远的所在来到我们这个庄稼所在慈天必胜宫，我们的宫址是在婚姻观大陂乡三吉川中陂16-52号。你会说哇，大陂是咸菜乡，那坐火车也很方便，为岛南我们坐来到对岛南，坐来到我们的这个慈天必胜宫，我们差不多10分钟的时间，我们的道亲呢如果是说有要来坐火车也可以啦，还是说对这个 Google 慈天必胜宫我们就可以到位，这样现在没想来安排啦，一对客邀请我们的道亲作为来欣赏佛经。
开讲啊吼。亲啦吼，啊，都当啊接近冥学，当啊接近冥修，啊，咱有一挂吼盲点啦，啊，嘛有一挂吼雾煞煞的问题啦吼，嘿，敢真正爱安呢哈，啊，咱静坐就静坐就好啊，啊，先啊静坐呢吼，啊，有诶吼，迄老师过来讲，带过来一直说，一直说，一直说，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没上师姐我甲伊问者吼。咁真正需要爱安尼洗吼，伊讲拄当啊咧洗时阵咧，讲解吐呢吼，啊咁真正一定爱安尼转，啊安尼转到啥功能啊？唔是讲打坐灵修就好吗？吼、哦，为什么一定要这样转来转去啊呢？吼、哦，哎，这吼咱拄当啊初学的人无了解吼、哦，转动吼、哦，身体是对着这个动。咱听讲旋转中的灵动，伊会当呢吼啊转动咱身躯的气流，当咱身躯内部这个气流呐顺呐，吼、哦、咱的身躯呢吼内底这个阴气落去，伊就会排出体外。安尼讲较简单啦吼、哦，就是咧讲，你咧静坐先什么静？咱咧静坐要坐个会流汗，根本无可能啦吼。静、哦、坐就坐静放空放静嘛，吼、哦、你要讲。练气要练到会全身汗，那就很难。但是呢，咱这旋转当中，为什么咱讲灵修？哦，有的师兄姐吼，你家你带的时阵吼，伊会带你吼，讲爱转。啊，你转内底吼，唔是讲干那一般个细细个头个戆尔呢？你一定爱个转个过。你若无个转个过，吼、哦，你愈细愈戆呢？你要转个袂戆，转个辛苦，就干那一样感款。身轻如燕、哦、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但是它会排气吗？会，因为咱身躯在转动的时阵，咱的气哦会伫咱的胸腔内流通，然后啊，咱哪转啊，规身躯汗，啊，咱就会排出着这个热气哦，甲阴气，啊，才体内才会毒素。咱身躯就有这个转动的时阵，相较自然哦，会呈现扎实哦。所以讲哦，咱哪转的时阵哦，你会凹气啦吼。凹记啊，咱的脚呢，也过会安怎内脚尾啊？咱内脚尾买当练啥？咱人有时啊，咱听讲有干那有肉呢，但是吼、哦，无迄个真正的肌肉不扎实。啊，咱啊，如果讲有这旋转中的灵动，它可以吼、哦、转动身上的气流哦。当身体内部的气流顺了、啊，咱人身上的阴气浊气，它就会排出体外。所以讲，就有这个转，就有这个动。咱想卡家己呢吼，买呈现自己的脚法。哦，你那咧转的时阵吼，啊，你的脚会哪打波，你的手就会哪凹记。好、哦、啊，所以讲吼，咱有个人吼，咱会讲，他一定都要安呢。其实然后，咱若捌转过的人，你会感觉讲哇，转动流汗了后，你会发觉到你的身躯会愈来愈轻，啊，你会感觉讲，哎、欸，啊这。转这个灵动呢，吼，咱讲旋转中的灵动，真的会转动身上的气流，所以你家己试看卖。啊，你若唔捌转过吼，拄当啊转会戆会吐，吼，啊愈转愈戆的时阵，你一定爱克服它，吼，戆过，搁再转，啊，戆了搁再转，转了搁再转，转到尾啊，迄个戆伊就过啊，像咱人同款的意思，就敢那一个气，吼，一点。你无甲突破，你就是怕艰苦、惊吐、哦、惊转，那你这关你都未去甲练，反正你就不喜欢它，啊，你不喜欢它，你就不会去练它，啊，所以讲哦，有时阵呢，咱讲转动身体，甲修行有关系，甲身体嘛有关系，修行，吼、哦，咱就是咧，有时一寡吼，啊，咱对这个转身躯的逻辑，转咱身躯的这个气体的时阵，真的，咱希望讲。咱拄当开始的时阵，有一点啊无爽快，但是要坚持下去。这较早没想嘛是过来人了吼，拄当开始咧转的时阵，爱派两个人到边啊，直直解释，直直解释。你有很多不愿意，你一直在反抗他。到尾啊吼，你吐过一届吐，两届吐，三届吐了后，你搁转，
你会感觉你身躯会翻轻哦，转了后你人会爽快，会舒服。所以吼、哦，我们对一件事，吼、哦，你要亲身去体验，你无亲身去体验，你必须要亲身去体悟，你才知影讲其中的奥妙。吼、哦，啊，你若无去体验，吼、哦，啊，你拢干那看，吼、哦，你干那看人在转哦，哦，转啊真好势，敢拍拍手，你就是不愿意去试看看，啊，你来去试看麦。你才知道说真实的经验嘛，你都能够分享其中里面的过程。所以说我们自己要老实修行，老实用心，我们自己去做看看、啊、但是呢我们有时说一静而动，我们说静坐要静下心，动心动其修嘛。所以说我们现在呢要让我们的心健康，身体也要有健康、啊、所以说修行要应用自如啦，哦，咱就是要动工静工要相应，然后，所以咱在动工的当中，就是先把咱的身躯引气，先让咱的身躯柔软，然后呢，再来静坐，静坐了后，咱有动念想要分体，啊，迄个时阵，咱再让咱的灵来带动咱的身体，吼、哦，让咱元神跟咱的肉体来合作会，由咱的元神来带动，由咱的元神呐、啊、来给咱做主。带动，吼、哦！啊，咱上好是卖用色神，色神就是一种表演的方式啦，吼、哦，就唔认输。你看人别人，你嘛要逞强，吼、哦！咱阿袂练过，啊，你看人别人安尼，咱嘛要逞强，也要跟人家做看看，跟人家做看看是可以，但是不要逞强。你的体能还没有突破，你就不要逞强。所以人讲吼，看哪学哪看哪学，学到尾啊，你家己。有认真啦、啊、吼，有去突破迄个难关，吼、啊，拄到困难的时阵，吼、哦，咱也唔惊困难。所以讲，咱在打坐灵修的时候，啊、哦，有足侪前辈啦吼、哦，比咱修较久、修学较久的，因为因真好的经验，伊会甲咱带动啦吼，甲咱带动。啊，带动了后呢吼、哦，咱自然呢吼、哦，咱未感觉讲，因为咱今日初学，吼、哦，咱嘛卖讲，咱卖别人。学过，咱阿未学的，咱嘛一定想要吼勉强咱家己。咱阿未基础，阿嘛阿未拍，迄、那个基础还没有的时候，你不要强迫自己，吼、哦、逼迫自己，一定要跟人家一样。咱讲一步一卡印啦，道道练，最主要先把基础拍回好，练回稳啦吼。那么呢，时间道道去安排啦。那每个礼拜六的共修应该都是会很好的、哦、引导咱这初学者，啊嘛引导咱不要转的，啊要安怎导导辅导的安怎转，吼、哦、灵动开始代替开始来转的时阵，吼、哦、咱边啊一定是有人甲咱护啦，吼、哦、导导一下一下甲咱保护，袂让咱跋落，你安心，吼、哦、在转动的时阵，灵动转动的时候，你。啊、放心的，别人在旁边辅助你，你要很安心很放心、哦、自自然然的去做，这样呢自然咱练固来、哦、你就会纯熟啦、哦、纯熟了后、欸、咱说熟能带巧，以后呢、哦、你在转的时候不只是你的打技、哦、凹技、哦、还会任何的动作都有啦、哦、用不一样的动作、哦、像说、哦啊、咱内脚尾啦、哦点这个莲花七星，吼、哦，用莲花七星的转，还是用咱家己本身吼、哦，啊，咱呢，元神甲咱带伊的方法，每一个方法都无同款，啊，所以咱讲吼，基础你若打在，你就有很多变化，在很多变化当中，你就会体会到其中的奥妙，对身体的改变，吼、哦，甲灵体的改变，吼、哦，甲身心灵的改变，真的，你会，吼、哦。一次比一次的进步，一次比一次的肯定自己啦，所以大家互相加油啦吼。来，有咱的道亲呢吼，我们听一段数天数，今晚没想给你做安排。
是雾，忙忙碌碌，迷迷糊糊，斤斤计较又何苦？数天数，数天数，十年三千六百五。吵吵闹闹，伤筋动骨，退后一步多幸福。数天数，数天数，百年三万六千五，何必等到不能动了，才去珍惜每一步。你去数一数，你去想一想，你能活到多少数？恩恩和怨怨，是是与非非，还有什么烦恼？讲什么呢？咱就讲要懂得还原本初啊，修咱爱捌啦。什么叫做还原本初？道通唯一。这道理呢，真正你若悟会晓悟，你才会当去体会庄子所讲的，讲天地以我并生，而万物以我唯一。咱先看后面这句“万物以我唯一”，也就是讲天地一致，万物一脉的意思，也就是说万物还原本初，其形而上，真理是一样的。所以讲万物以我唯一，万物甲我拢是同款的，既以唯一，啊，就是讲吼，啊，咱要安怎去甲了解？既然万物拢已经成为原初，哦，那么呢，咱还有啥物通讲呢？因为吼，这个一，咱家己要去体悟，就是行理上的道，所以咱会当去解说文字甲诗句，只是用来形容的道，它是用来形容道，
讲了天啊地啊一大串，跟你说这个就是道，讲是我讲的，我的主观意识，哦，听是你有个成就你的主观的意识，哦，这拢不足以解释。啊，总讲啊，今麦没想讲哦，恁听啦吼，在你讲啊，万物以我为因呢，啊，恁先后这句话万物甲我，吼，哦，这呢讲是我咧讲，啊，你心肝底喜欢用我会啊。没想公会那种无力，你会成为一，还会成为二。我讲的是一呀，啊，吼，啊，你听的是二，为什么？啊，你即马咱讲天讲地讲一大串，讲一大片的道理，讲是我咧讲啊。这讲的就是讲着我家己的主观意识，我家己去悟出来这个。但是你听了，又个成为你的主观的意识，这不足以解释一啊，要那是讲一。既然安呢，那么咱有啥通讲？要随便跟咱讲啥，讲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咱需要做侪言语、文语，甚至肢体动作，用来解说咱要安怎去清楚，要安怎去了解，要安怎去明白。啊，等到咱明白初层的表皮的道理，咱唔到我都了解讲，嗯，那就对嘞，好，哦，那就对。所以讲，每个人的想象，哦，我咧讲是我咧讲啊。啊，可比讲食物件嘛，同款。我讲这个物件真甜啊，你不一定食讲会甜。吼，哦，所以讲我咧食，甲你咧食，又阁无同款。我咧讲啊，甲你想啊，又阁无同款。其实啊，吼，哦，咱免用任何啊这个言辞文字来形容，只要你吼，哦，相信每一个人呢，啊，拢有每一个人啊一理一法。吼，哦，每一个人拢有每一个人的活法，每一个人拢有每一个人的想法。所以咱讲了万物，甲咱一体。拢是咧讲啥？咧讲明白，讲哦，咱人呢，吼，哦，要安怎讲去了解大自然？哦，啊，这大自然，每一个人来世间嘛是大自然呐，啊。哦，你甲看，只要有查甫有查某，伊都有法度生团。哦，啊，咱所有这水果，伊嘛着爱有干花甲无花啊，伊嘛是爱去交配。吼，哦，爱佫经过透过啥？有人讲啊，种物件一定爱有芳啊，这个芳来采花，伊才会去收割。哦啊，所以讲哦，万物嘛是需要啥？需要万物来相助。吼，哦，啊，你也看，你来种物件，你内底甲放一寡芳伫迄个所在无？啊，伊要创啥？交粉呐，啊？吼，哦，伊会得烧焦。这就是吼，哦，万物互相利用，所以要回归到大自然，还原本初，还原嘛，要还原到本初。吼，哦，天地以我平生，吼，哦，万物以我为一。这就是这啊，啊，种一以言为一，二以一为三啊，这不是幼稚园的讲数数讲，我说在数一二三呢，不是安呢？哦，咱是咧讲哦，一就是你听我咧讲这个道理，你听了后，你有了无同款，哦，甲我同无同款的认知，是我讲啊是一，你听了我讲的道理，你听了后，你有产生了无同意，甲我的这个认知，你的主观就是二。啊，你讲啊，都叫没想讲这吼，啊，你的主观早已移去啊，因为你还佫有其他的解释甲想法，对吧？啊，你听讲啊，我讲的这个道理，你听了后，你不认同我讲的这个道理，你的主观会产生恶的想法造出来。哦，在你我有过不同认知的同时，已经产生了不同于你和我以外的一种认知，这就叫做啥？又产生不一样，所以讲。行李上的道的时间跟空间的作用，吼，哦，咱常咧讲，啊，咱成了行而下的道，啊，就是咧讲，刚是一个道理，有三种无同款的界面呐，啊，就是讲，老子讲《道德经》所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咱搁甲道灯讲迄句话，讲天地以我平生，天地以我是同共同存在，啊，这是啥物意思？老子嘛讲啊。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对不？啊，这老子为什么要讲这样？所以咱人的思想观啊，你听，你即马台顶啦吼，台顶迄个讲师，还是迄个老师，迄个道长，还是迄个师傅，伊伫台顶乌帮咧写，吼，伊写，你有第二个想法无？有，啊，你会产生第三个想法无？有，哦，变咪一句话哦。哎，你会感觉伊讲的这个理，你也过讲产生无同款的看法，过讲产生了无同款的认知，
你的主观呢会三心吗、哦、不会说每一句话都做不二想，你不可能说一句话都是你说的就对了，别人都 没其他的想法，一定有其他的想法，所以才会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有时我们常在说那么多人说以前天地以五并生，天地以五 共同存在，这句话老祖也是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句话换句话说、哦、道就是自然、啊、既然自然就不用，既然是自然、啊、不是我们认知的大自然吗？那自然就是本来如此，也就是道啊。哎，讲道讲出来就是一啊，嘛就是天啊，天的相对就是地啊，啊就是三生一啊嘛。讲天一地自然，吼、哦、化生人啊，就是生为啥万物的嘛，就是讲三造出来。所以讲天地人是为三界，嘛就是咧讲形而下，都一体三面。在咱生活当中有足侪应用这个观念。像咱讲三清三宝三元三界三魂，哎呀，个以前流行的电视机、录影机、放映机三机一体的，吼、哦。那以上咱咧讲三生万物，三以上就是万物啦。生生不息，无穷无尽，就敢那咱咧讲的延伸，吼、哦，无有止境，没有止境就说不完啦。所以修道就是要回溯追寻答案，往回追啦，追到哪里？的庄主讲啊，有始也。有数也假，哦，米数有数也假，哦，有米数有米来数有数也假，这是庄主讲的。三，咱讲万物是三理化，三以前是二，二以前是一，一以前呢有始也嘛，就是应该是有一个文，有一个开始啦，哦，应该都是有一个开始，在这个开始进前，应该也有一个开始。像咱咧讲啊，啊，这什么人开始的？啊，迄、那个什么人一个什么人的开始？以前呢，所以咱讲吼，有一个开始，伫这个开始的进程，应该一个一个开始。那么呢，这个开始伫未开始进程，一个一个开始。未开始之前，还有一个开始。开到这里，吼、哦，咱要阁讲落，啊，就惨啊，就是咧讲无好讲啊吼。这就是咧讲咱咧讲无极，其实嘛不是咱讲的。是庄子讲的，这个太极无极是曾子讲的。庄子讲的就太极无极是庄子说的。啊，既然是安尼，这就是讲道，就是咧讲自然，都可以唔免讲任何语言，嘛会当长篇大论。都你嘛拢唔免去甲解说，因为是自然嘛，你就何必去解说？但是也可以长篇大论的说道。啊，这就是咧讲哦，道无处不在。无所不有，无所不息。我咱那是吼悟了这个意思了吼，人讲悟了道是我的意识形态，我的认知，说不说是我的事啊，听不听是你的事啊吼。所以讲啊，要讲是我的代志啊，要听嘛是你的代志，要听唔听拢是你的代志。我若唔讲，吼、哦，啊是讲你要讲拢会使。哦，咱讲知天地啦吼，知万物。咱今日咧。看代志啦，要看唔看，哦，啊要捌唔捌，迄拢是咱每一个人去选择的。天是天，地是地嘛，你是你，我是我，啊，所以人古早人讲的吼，讲形而上的你我天地，又就是一，又是咧讲本体啊吼。形而下，生生不息，变化无穷，时间的空间不停演化，吼、哦，如庄子所说的“混化而为平”啊，物静演化，生物进化论，啊这。生物也有进化论啊，有哦，即马进化甲吼，大行拢看起来，你感觉讲，哇，鱼也有彩色的，蝴蝶嘛有彩色的，哇，够水的，然后你也讲无边无际，无有界限呢，吼、哦，咱讲始即终嘛，终即始，咱讲始终始终始终，始即终嘛，终即始啊，吼、哦，始与终相通嘛，吼、哦，普通为一，始终无极。形而下为道理，形而上为真理。甲真理无言嘛，无始无终，道理无尽，言而不止。如咱讲派派开机啊，下下散歇，永无止境。像咱即马每一个哦派下拢一个开枝散叶，然后嘛是无要紧，只要是卖伤过偏啦吼，总是有来度人
吼、哦，世间人听什么款的道理拢会使，问题是正理加减啊宣扬。咱大家呢，你讲到这个吼、哦，啊，先天上帝讲啦吼，有人讲先天上帝讲来凹迄个忌啊，吼、哦，你捌看过那边上帝讲来落架的时阵，那你看机体吼、哦，也凹忌哦，吼、哦，咱咧讲。左手在胸前通天一指，这代表什么意思？伊咧拗机的时阵吼，啊，广大道友们吼去了解讲，这先天上帝在五帝得道呢，吼、哦，伫这个武当山顶呢，五龙护驾，白日飞升，丁玉玺拜元帅呢，吼、哦，应通北极天，这就讲这里、个，哦，咱有去，啊，咱有去过吼、哦，武当山啦吼。哦咱就去伊个即个修炼的所在，风景真正有够水吼！啊，这聚魂岩啊，咱会当去看到先天上帝修炼四十二年的所在啦吼。金顶吼、哦，为什么会有金顶？吼、哦，遐佛寺北极先天上帝，啊，当时呢吼、哦，是因为吼、哦，咱的啊臭头红母啦吼，啊，伊要战啦啊啊，拄着啊败输的时阵吼。哦啊，北极先天上帝来助伊啦吼，啊，所以讲，这朱洪武呢吼，都甲这个先天上帝，甲请入去宫中呢吼，啊，做御用的神呐，哦，啊，所以讲，去甲做这个金顶，好、哦，做这个金顶，啊，所以咱讲吼，啊，北极先天上帝局，咱讲，一旦吼通过这个北极天，一指通天枪，味道之本体嘛，吼、哦，无指靠中指啦。象征太极两仪反扑，无名指单指相传，象征无极啦。哦，尾指向上回缩，压于无名指上，插入中指与无名指之间呢，象征生生不息，永无止境。所以你也看北极先天上帝伊在凹迄个指啊，吼、哦，你照着这个中指二与无指结合，象征无始无终、无边无际，广大，吼、哦、啊，这个吼独立发力。所以咱将这个大道真理显示于世间人，明明白白，吼、哦，咱去甲了解，不知多少人呐、啊，哦，能够吼、哦、去了解，生生得道的，你四十二年伫这个吼、哦、啊，积分严，咱来讲啊，北极先天上帝，哦，伊呢，拗这个通天记呢，吼、哦，通天一记呢，代表的艺术，哇，真正吼、哦，咱家己甲拗看麦。你家己去拗看卖，拗这个北极先天上帝记，你去拗看卖，是不是像拄只梅香所讲的？吼、哦，所以讲伊呢，伫四十二年的当中吼、哦，啊，学到伫这个吼、哦，咱讲武当山山顶啊，这个吼、哦、峰顶，伫五龙啊来护驾，来可以白日飞升呢，哦，真正是无简单，白日飞升，丁玉玺拜元帅。所以应通北极天，真正是无简单啦吼。所以咱即马咱咧讲到咱讲人啦，来到这個世间，吼、哦，讲由三魂甲七魄主导咱的肉体存在的人间，这一点，吼、哦，真主，吼、哦，伫这册中内底嘛，足有力的佐证啦吼。现在讲用有力的佐证，用昔日吼庄周梦为蝴蝶啦，栩栩然蝴蝶啦。啊，注意色字不低呀、啊，我严格啦、啊。啊，就是咧讲着讲吼，这个不低酒之梦为蝴蝶，啊，蝴蝶之梦为酒意，酒意蝴蝶就必有分意，出物吼，咱讲位置化。所以珍珠讲伊家己呢，曾经做一个梦啦，梦见家己是一只飞蛾，梦家己是一只飞蛾。这珍珠的这个吼、哦，蝴蝶拼写成蛾。哦、活生生的一只蝴蝶，无忧无虑的飞来飞去，非常自在逍遥。一概家己的自性跟简直没有分别。这曾子呢，一家己吼、哦、做这个梦了后，伊讲吼，这只蝴蝶，吼、哦、真正吼、哦，伊是感觉讲，伊敢若亲像这只蝴蝶同款，吼、哦、自由自在啦。吼、哦，所以讲这只蝴蝶依然呢，吼、哦。一旦吼，这个珍珠呢，吼，感觉讲这黑目真真实实哦，存在个体。咱家己呢嘛，不未清楚到底庄周梦到了蝴蝶，还是蝴蝶梦到了庄周。
哦，咱即卖现实的世界内底，乌雕甲庄周是绝对不同，但是伊所谓的物化，庄子伫这段讲明了形而上，庄子也就是灵魂可以成为庄子本人，也可以成为蝴蝶。啊，所以讲逍遥自在感觉是同款的，但是讲形而下，庄子是庄子，乌雕就是乌雕。啊，若形而上，伊个会当安怎甲当作是？一个自由自在的灵魂呐、啊，逍遥自在的灵魂。所以讲，形而下物境无同，这叫做物化。形而下的物，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处。因此，修道一定爱安怎性命相修才会使。然后呢，咱即马吼在讲先天刚性。即马咱在讲，吼、哦、修道就敢那庄子讲啊，可为庄子，可与蝴蝶啦。哦、当然化成任何物都可以，那么呢，咱免那盲目的境界，你时时刻刻保持这种的心境，才会当养成泰山崩于前而无动于中。哦，就得到的人已经超出生死的认知嘛，所以没有生也没有死啊。所以一般的人的生死就跟那梦同款，入了这个梦，家己就跟那蝴蝶咧飞，自自在在。入了迄个梦。哦，什么款的梦？随着一种人，随着一种物，哦，随着梦境千变万化，这多的人拢会当超越生死，主导一切。啊，所以讲哦，安怎，咱要让咱的灵魂的主宰啦，吼、哦，啊，会当安怎？那我要飞，也要创啥？你要化作，吼、哦，咱较早要看过电影有无吼？啊，林波主演的啦，吼、哦。梁山伯与祝英台，伊为个梦也飞出了两只蝴蝶，哎，两只蝴蝶就代表灵魂嘛。啊，迄、那个灵魂，吼、哦，伊就甲伊爱人呢，啊，双双安尼飞走去啊。好、哦，咱呢，梁山伯与祝英台，梁山伯甲祝英台，好、哦、啊，祝英台为着梁山伯，啊，梁山伯为着祝英台。那么呢，吼、哦，这个灵魂化作两只飞鸭，有咱看电影有看到，而且我珍珠咧讲的吼。哦哎嘛，敢那有道理呢吼！咱人啦，如果呢思想观已经无迄个重量的时阵，无遐所有的，哦、咱身躯有遮所有落去的重量，咱就无法度化作像蝴蝶遐尼自在飞来啊飞去。吼、哦，啊人讲飞来啊飞去就是轻，啊咱轻呢吼，啊咱就会当啦逍遥自在。所以灵魂来轻，你就会飞，愈飞愈悬，愈飞愈悬。灵魂若落呢，爱着愈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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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愈轻。啊，所以吼、哦，咱伫这个啊梁山伯与祝英台电影内底，伫梦境啊看到迄两只飞啊飞出来，就代表灵魂相差。吼、哦，啊，咱庄子都在咧讲啊，讲伊嘛比咧伊家己那形而上的时阵，拄好幻化的时阵，伊希望要做一只飞啊，轻轻松松啊，安尼。所以咱人呢吼，你要幻想你成为什么都可以啊。只要你伫咧人生的时阵哦，你要甲当作你是什么身啊？你即卖当飞伫咧云顶，哇！你感觉真逍遥、真自在，这样也没关系啊。有时候放空一下，幻想一下，好、哦，你要成为什么样，你就可以在幻想之下成为好、哦、那一刹那的神仙，那一刹那的你想要的是什么？那你在。幻想当中，放空当中，你那一刹那成为了，哦，迄、那个你要想的迄个物件，那么呢，你就会当安喏，你就会当片刻逍遥，刹那之间呢，把这个肉体放掉去啊，哦，就成为你想要的，迄、那个呢，吼、哦，你就会感觉喏，刹那之间呢，你哦，哇，你感觉喏，离开这个肉体的束缚，吼、哦，逍遥自在。所以咱人的三魂啊，这个灵魂，也嘛是安怎？一旦予咱安怎提升你的人格，然后啊，咱透过想法，咱在咱安怎想的，然后道理在咱安怎参的，你要爱的是什么款的结果？那么就要由你自己去决定喽，由你家己去决定啦。你讲是不是呢？
听一段忏悔，你想呢？感觉一段忏悔，听落家己真有感觉啦吼。因为每一句话，拢是咱向母娘在遥远的地方，然后往天上啊，去把我们的肺腑之言，然后啊，来向咱的母娘忏悔，向咱的母娘忏悔。必生公呢，为咱做提供一点钟的节目，在收音机声调频广播网89.3做了播出。啊，咱如果讲咱在节目当中，也想给咱推荐介绍的香品，香油款速茶贡末小盘香普灵灯，咱中有经济部给咱检验合格。啊，咱今有做这个灵草香，一斤350块，毛这个啥啊，上板层一斤500块。咱讲贡木有一斤150块，啊，俗个好用，啊，毛一斤，哦，咱讲1000块上板成粉，啊，咱讲小盘香毛一盒250块，毛上板成一盒350块，咱什么款的味，对咱家己的鼻，你感觉较喜欢，那么咱就是用咱的鼻感觉袂歹，咱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等下讲你家己都袂喜欢呀，哦，啊，你买。安怎来？哦，咱定讲好物件要分享啊！咱尤其是拜神啊，咱的香品呢是九天魔娘所降世的。哦，咱讲真济味，而这个吼、哦、青草，也佮有咱这個中药哦灵，咱讲灵草香呢，内底面有足济种，拢总是吼、哦、咱的青草的材料啊，加咱的这个吼、哦、中药有一种芳疗，咱用嘞吼、哦，不但呢无互这个空气污染。袂予咱人呢吼有花粉症，鼻咱的香会感觉无爽快，吼、啊是讲咱这唔是芳精色料的，
嘛唔是乌惨白烂的，所以咱这是九天魔娘甲恁讲是的，所占比的哦。咱讲青草中药粉按来处理的，所以咱讲灵草香香烟缭绕通天界，恭请道祖魔娘降临来，甲咱地主舒服并消灾。咱讲那烧香嘛，那咧做好事啦吼。因为出咱毕生讲的介绍这个香品，就是予咱世界善人有淡薄仔经费。所以恁的一份香嘛，等于赞助咱的节目经费，功德无量啦吼。所以咱香品，甲咱做一个短暂的介绍啦吼。那么乐器，我定咧讲，一粒乐器那歹去，咱去甲做吼。咱讲用即马目前的科技来做吼，咱讲植牙啦吼，六七万块嘛有。啊，所以讲咱来甲喙齿，就当作酸椒安尼甲搞，用好的牙膏，金钙利蜂胶牙膏。袂有咱有牙齿的方面呢，哦，一寡无爽快，配出来然后转血，啊，咱感觉讲嘴会臭，哦，啊，过来就讲，啊，咱的嘴齿会摇落啦，无啥会坚固。你看，金钙利蜂胶牙膏，你甲洗看卖，唔免偌久的时间，你就会感觉讲，这支牙膏怎么这么好用？好，哦，这没想家己用几半年了后，我认可会用尽，我才有甲恁介绍。那么何丽梅，我嘛赶快抹几半年了，我才开始这个物件会用尽，会使抹，会使洗，会使保养，我才会介绍咱的道亲啦吼。啊，所以讲，无论是伫电台甲咱讲的专家的介绍，拢是上好的物件。那么，咱虫草王对第一代开始，吼，太极能量元素开始，一直进到今啊虫草王。虫草王呢，吼，查甫拢会使食。只要你的身体要听，吼，咱要爬楼梯较有力，心脏袂砰砰叫，行路你会感觉呢，吼，加足有气力呢，吼，咱咧做，唔是干那讲钱甲摕甲夹咧，吼，加一个零，干那看欢喜，身体放了害，咱人也无健康的身体，万贯的家财你也搭袂起，啊，健康的身体则袂起，吼，咱的家里是些麻烦，顾身体，看下咧顾家会，啊，咱阿伯食老，身体若愈用。吼，哦，咱的家里是谁？看咱的愈尊重呢。古早人讲的一句话啦，吼，哦，久病床前无孝子，不是囡仔不好，是咱呢伤济时间破病，吼，哦，咱的囡仔呢无方便，伊爱当下甲咱照顾。啊，若无甲咱照顾，咱会讲伊不好，所以咱身体爱顾好，卖惊囡仔是谁麻烦，这就是对因上介好。上介好的这个吼财产啦吼，是大人的健康，都是上介好的回报。后咱这个囡仔吼，才会红赞叹讲哇，恁的老爸老母呢，食到八九十岁、九十外岁、几百岁，伊嘛会感觉足有优越感呐。啊，所以咱身体爱顾，钱唔通讲甲拢甲摕去寄银行，啊，身体甲放了，逐工一定要衰败，逐工一直歹，袂惊是你咧袂惊，爱是你咧爱，嗨嗨惨嘛，你咧嗨嗨惨，所以身体会晓顾。太极能量元素开始，甲即马第三代植物干细胞的虫草王有只有惊起啦吼。来，以上是广告，哦，咱若要结缘，咱直接敲电话5916045，外关市的道亲，咱加05，感恩哦。老天无口啊，借宿开口。咱定讲，哎呦，天公啊，吼，哦，啊，咱若拄着啥物代志咧，话不平的时阵，拢会叫天公。但天公都未开口啊，吼，哦。但是呢，天公伊无开口，但是会借宿哦。伊所以讲，老天无口，借宿开口。上天会利用各种机会，予咱去了解啥物款的代志，领悟代志。只要是一般人，吼，哦，拢去忽略了，吼，哦，以前那讲咱拢忽略了。上天虽然没有开口，但是伊会照事甲你连答无会啊，伊会照代志，吼，哦，来甲你磨练无会啊。但是咱拢去忽略了这一点，并不是很在意，然后并不是很在意。也许吼，哦，咱甲咱的道亲讲一个答案，咱若有心去修学，咱家己会去破解，你就会去领悟，你会去。会去发掘问题呀，啊，就是咱一般人定挂伫个嘴诶，五刀都，敢那亲像五虾米，吼，咱家己嘛想无，
哦，好像悟道是遥不可及的事，事情就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但台湾自己发觉问题，自己去找答案。所以我们说随修必须要自己去发掘问题，学习自己去寻找答案。我们要怎么知处处留心该学问吗？以前人常说处处留心该学问，这就是在说五道世事洞明该学问，人情练达就是文章嘛，吼。所以我们常说人情练达即是文章，所以我们在说都在心中，都在人间，都在人群之中，都在日常生活里面。修行人往往呢，想要去离群所居，我是感觉没什么说就要相片人群，不用说离群所居才叫修行。我们要照这个念经静坐苦修冥想，我们常在说我们要成就五道，就是不可以背道而驰，你不可以背道而驰啦，所以说无法在人日常生活里面，人跟人之间去累积智慧跟人生的经验以及历练。所以有一个两兄弟，一个阿兄呢，走去山顶修炼，才离开差不多20冬了。有一天呢，又练一挂啥，有练一挂吼，咱讲变的功夫就对啦。爱就等来吼，因小弟啊呢，两兄弟啊，因阿兄放嘞，甲因老爸老母放嘞，放完这小弟啊，爱家走去山顶，去练。去练丹练刀，练到有淡薄小小的这个成就，伊会晓变，小可变化伊会晓，所以讲伊呢落架的时阵吼，就真臭屁啦吼，伫迄个所在等讲伊吼，伫山顶20年的修炼的功夫啦吼，要看功夫，我等互恁看呢。小小的这个变化的功夫，伊就当作是大功夫啦吼，所以呢。在这个街路上呢，也等于说等到怎样，等到说他修炼得多厉害，我们人破病他有办法用这个什么茯苓让你吃就会好，我们人有对策不对好，他可以用这个什么，我们说这个术啊，幻术可以去给我们改变，所以说在街路呢有小小的名气啦，有一天呢，伊回来吼，伊在厝内底啦吼，伊就甲因小弟讲啦，你讲恁阿兄呢一定已经咱讲光耀门楣啦吼。为什么光耀门楣？伊讲恁大兄去外口练仙道倒转来，即马呢市镇街路无倒一个唔捌我，大家都捌我，讲我是一个啥？讲我是一个真有修行的大修行人。我会当变嘛，会当医，所以讲三医命卜相呢。这20年来底，我顶拢修个精通就对了。因小弟啊，拢无个硬半句。伊讲伊是伊是倒来叫做啥？光荣回乡啦等于讲伊个出名甲等于大家拢看到伊呢，拢个叫咱讲仙人啦道人仙人道长仙长安尼所以讲伊是光耀门楣啦。因这小弟咯，拢无甲因啦吼，就点点就对啦。伊也真生气哦，伊讲我只有成就倒来，人大家看到我，拢甲我阿乐赞叹。为什么我倒来你也无欢喜？所以叫我光耀门楣呢？咱的祖先呢，因为我所以讲大家拢知影呢，我是啥物人的囝呢？所以我。得到这大的名声，回来到家，你又不欢迎我，是怎样说的小弟，拢总无甲应半句话，只甲手甲比起，比对，比桌顶的迄两尊，新珠牌啊，就对，因老爸一个新珠牌，因老母一个新珠牌，因老爸老母拢肉体下步啊，你甲讲你会通，你甲讲你会通灵，你甲讲你会变，你甲讲你练甲半仙啊，为什么老爸老母肉体下步，你拢唔知影消息，唔知影信息？世间上不好的老爸，你也无当来送，老母你也无当来送，老爸老母死啊，你都唔知啊，你甲讲你会通，你甲讲你是半仙，安怎讲我也唔相信，好你这句。伊就甲比喻怎，老爸老母拢有一个人咧友好啊，艰苦病痛拢有一个人咧爱啊。你即马咧电工，你心痛偌厉害，但是老爸老母死你他唔知。甲比迄个排位去，
好一家的去看。我、哦、看一个从啊，家己嘛了我见笑啦吼。二十几年，老爸老母拢放我这小弟啦。哎，即马咧电工吼，已经成为半仙啦。吼、哦，大家看到伊拢叫仙人道长，但是效率自己就做无够，不管小弟啊，连看都不爱甲看，连学路嘛不甲学路，就只安尼，不爱插伊安尼。来，咱今日故事吼，讲到这啦吼。啊，所以讲仙人望仙人啦，嘛是着爱老爸老母爱也友好啦吼。会通望未通，嘛是爱看你家己啦吼。来，伫这祝福大家吉祥平安。咱下晡时两点半，赶快有这些时间哦。伫这祝福大家再见，拜拜。